小唱轻松，先来我办公室，自己带个攻击性武器过来。牧童抽奖拿捏光子员工。打巅峰赛真的要打吗，兄弟们？巅峰赛很难的。好，你们现在都有这个衣服了是吧？来，我们直接穿上。男装会不会好看一点？哦，我没有是吧？啊，你没有？我竟然没有，怎么行？我搞一下这个衣服，昨天出了这么多，今天再整点，应该他给个面子，应该差不多就能出了哈。他那收了100块。哇！什么呀？我必须再抽一次。哎呦我的妈！把光子给我叫来，你知道我出多少钱了吗？还没出，你过来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说需要多少钱？抽一个54，十连抽，我刚刚已经打电话了。如果说没中怎么办？我直接送东西滚蛋，滚！来，马不停蹄的火速走开，背着行囊火速滚，火速走，火速走，卷铺盖走人，快点，坑钱！来，回来，你现在。给我马上给我打电话给那边，打给你高级干部，拿我这个诺基亚打，拿去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充了这么多还没中？最后一个128能不能中？有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直播间现在57万，57万人看着的，你确定啊？如果不中怎么办？你跟他说不中怎么办？你直接辞职没工作了。你跟他说，建立警告他，事情很严重。听到没有？这个事情非常严重。如果要是没中，我只抽2发，现在、okay. 让他来看直播。行，兄弟们，我先抽，一共就2发机会，我先整1发。第一发，如果说这把全是白装，你就完了。效果5连吗？再来，没中的话你完了。中了。我要的是这个恐龙拽拽，这个是个二把手，他是个四眼戴眼镜，他搞错了，我是全部都有了，我只差恐龙拽拽，我充了整整700块就抽这一件衣服，最后10连抽，如果说这一把没出怎么办？翻个跟头，翻2个，行，我真的翻跟头来了，快点，狗血摆头。你竟然翻身了，这样翻吗？这第一个好少林功夫，来，还有一个，那我们就相当于54块钱看光子工作人员在我们旁边翻个跟头，再来一波，你过来，我现在还有98，给我个机会，这次如果没中，我直接把他开除了。你把谁开除？我们准备开除你好吗？直播效果，你发现了没有？直播效果，来，小唱轻松，先来我办公室，自己带个攻击性武器过来。2发，他说2发，先给他架着好吧。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把他拖出去拉面去，出来，压回来，放在后面，放在后面。你说我现在还需要充多少钱？128，一个68足够，68100%出。如果说这一发没出，我将不再直播，就这么狠。我给光子打电话，我给他打个咚咚咚。那个威神，帮我安排一下。OK， 好，中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兄弟们，还是得我打电话吧，还是得看我。